次为一次多项式，其中 AB 为实数且一次项系数为6，则 A 乘 B 等于多少？FS 为一次多项式，所以二次的系数是0，一次的系数是6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减 B 等于0 ，A 加二 B 等于6。我们来解联例，所以第二式减掉第一式，可以得到3B 等于6，B 就等于2，代回去。